All the way down to the mountain, right? Yep. Back to the mountain. Good. Be safe.不带什么东西。Yeah, but it's kind of shadowy. 是吗？那好像不是的。 那是人工沙，不用池啦，蓄水池。啊，你们等一下哈，等一下。好。啊。真的。我们等到天晴，好，等到山上天晴，昨天浪费一天，今天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它上来，结果山上放晴啊，所以可以拍一点照片。公公啊，乌公公，乌公公，乌公公。 哎，你们两个要不要过来加入我们？来来来，乌公公，乌公公，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太阳出来了，乌公公，哎，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乌公公，哎，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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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阳，赶紧，你们要漂亮哦，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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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erhorn. It's over there. Oh. Oh, you can see part of it. It's coming. It's coming. Be patient. We are all day. We only have an hour. An hour? There it is. Everybody blow. Oh, he's coming. Hello. Hey, 陈小妹。来，陈小妹来。陈小妹，有蓝天、白云、冰河。啊，你没进来啊？不要紧，要进来还不简单。进来。然后你现在去拍一下。有蓝天真好哎，要拍些照片好看。来，陈小妹来。就在我们头上，这样好像摸得到的感觉。我这一次瑞士行是丑到底，他都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其实云这样吹过来，我们也在云中呢，哈。有巧克力，黑色巧克力。现在就很接近。我们在冰河这边旁边哦，然后要等那个马特洪峰要照下来，可是云一直遮着。因为那个云蛮厚的。对啊，那云都在排队排得紧紧的，云都要排队。我们下去景观台啊，我要上厕所尿尿。好吧，你们先走。我们先去那个景观台那边上厕所，在那边等他们。你在景观台等我们 ，OK？ 哪里？我景观台下面。给他。就刚刚我们吃饭的地方。那这里就拍了。你看那个云那么多，不可能的啦。对。你先下去了。你在那边等我们就对了啦。好了。不要乱跑。那你在那边还可以拍吗？那边还可以。使用了你的相机。我会。
好吧，我走前，你坐在后哈。哎，我在后，我顾着，你要小心哦。你没有登山杖啊？动了，撞了，干嘛？啊，证明你有在走了哈。啊，我有在走。你走你干嘛？有啊，我在照了，你要去哪里了？我要去这边啊。好，你转过来啊。好，好了，下去吧。火车上来了，很多人在 hiking， 我们要下山了。要爬，我直接到上去。有。你站在这边，站着不要动哦。刚才从那个景观台最高点要下山践行，你就站着不要动，等火车过了。而且你的背景很漂亮，都不要动，我火车照完照那边。小姨子走了。不要紧，我已经行去行看看。哎，你们两个，后面背景很漂亮哈、哦。谢谢。